来吃重庆火锅了，怎么一上菜全都是面条子？那我嗦我嗦我嗦我再嗦，重庆火锅真他妈好吃，我下次还来。喝了半天才发现喝了人家汤壶啊！大家好，这里是欧呀。武汉天气真的是说变就变，我真的特别想在这种雨天来一顿火锅。之前朱光玉不是来武汉了吗？我就一直没有机会去尝。隔日不如撞日，临时起意，现在出发，咱们就去吃朱光玉，咱们去看看吧 ，QQ 感受一下重庆火锅。我们来太早了，我们全场第一位顾客。哇、哦，好香哦！我闻那个辣椒和牛油的香味。好了，现在这个锅已经开了，我们现在可以下菜了。看这个牛舌真的是好大一片片的，我们直接下锅涮。丝状的肥肠，这个是羊肉片片，双椒小丸子，那个千张豆丝下去。看这一排香菜牛肉丝，上面全都是香菜和牛肉的。哇，看到这鲜红的牛肉丝没？这是我的千丝肥肠。它这个肥肠的口感好趴呀，这种丝状的肥肠比那种块状的肥肠更容易挂住味儿。我们再来一筷子的羊肉，它这个羊肉块头好大呀，我以为煮老还是好嫩。这个牛舌烫30秒就好了，超级大一块。哇，那个鸭血短短的，咻溜下锅，先尝个刚炸好的小酥肉，哇，超级脆。加了花椒，你们看这小酥肉这黑色点点是花椒颗粒，我是说怎么咬了一个地方麻麻的，好香啊，好大片的毛肚，哇，跟个麻布一样，好大一片，七上八下，哇，它毛肚上那个刺刺全挂住了我这碗里的油碟，我们来一口千张豆丝，把豆制品当面酥。我发现这种素菜煮出来可以更浓郁的尝到这个锅底的牛油的香味，感受一下这个香菜牛肉丝，我天哪，把肉当面条酥，这种丝状最好挂住我的油碟了。我觉得牛肉和香菜是100%的搭配，其他东西可以不要香菜，但是牛肉必须要。好嫩好嫩好嫩，香拽拽了。牛肉的此生已经到达了巅峰，不管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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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不吃，快点先倒一碗，一点都不辣，什么味儿感觉好喜欢。我们再来尝一下柠檬茶解辣，哇塞，你看这上面这个冰，好贵呀、啊！它这个柠檬味和那个茶的香味特别的足，我把它往下按，真的是服了，哪来的小孩手中签？我们来吃下这个牛奶鸭血。哎呦，我天哪，好嫩嫩的，捏不起来了，我天哪，入口即化，我天，比嫩豆腐的质地还要嫩。再来一个红油小酥肉，还有脆的，因为我在里面过了一下。我们再来一个他们改过刀花的米汤鱿鱼，这个改过刀花的地方，我们全都已经灌满了我的油碟。哇，好脆，真的我一咬还是看到整个里面咬的脆的直响的。我们来吃个双椒牛肉丸，它上面有红辣椒还有绿辣椒，所以叫双椒。好嫩，入嘴已经变成肉糜了，可以吃得出来它那个青椒红椒那个椒的味道。哇，这丸子串成串好过瘾。这是汤底吗？这汤底吗？你看一下，汤底啊！那我喝完酒喝着汤服吗？那应该可以。那不丢脸丢大了，喝了半天喝了别人汤底啊？好喝吗？好喝，喝半天。这个凳子别敲翻了。这可以喝吧？可以喝。喝了半天才发现喝了人家汤壶，这是我们的烧菜，一个是虎皮凤爪，还有一个就是糯牛皮，哇，这短短的下锅，一锅端。我们再来吃下这个波波鱼豆花，我是看那个小哥帮我一颗一颗的把它丢到锅里，好嫩呀，我天，它这个味道有点像鱼豆腐，但是那个口感特别嫩，嫩滑的豆腐的感觉。
上面一颗鳄鱼咬怎么样，咯噔咯噔的。我们再来吃一下主食，乱劈柴炒饭，等着见钱拿主食来溜溜缝，一股很浓郁的腊肠的味道。这叫锤火味，你说的高级一点。锤火的味道，好吃，一口下去好多料啊。哦，它是用那种大蒜叶子炒的，所以很香。我爹炒豆子喜欢放这个大葱，很香。怎么突然放出这种80-90年代的歌曲？我们捞一个糯牛皮来吃一下，我们把它盖到饭上面。牛皮是糯的，感觉满嘴的胶原蛋白的那种口感。并且它的那个牛皮那种鲜味都化在你的嘴巴里的那种口感，这个鸡爪我感觉这样再往拿一点点就要化在锅里了。你看那个鸡爪啊，这里外面这个虎皮真的一抿就化了嘴巴里了，现在在嘴巴里翻转一圈就只剩骨头了。你们看，我还点了两份他们家的祁江土包子，一个是酱肉的，一个是鲜肉的，我不知道哪个好吃，然后我两个都点了酱肉，带点甜口那种包子，鲜肉的，哇，好大一颗，好粉嫩的肉馅儿。这他们家包子真的很好吃，我们把它下这个锅里面，我看别人都是这样吃，这些小包子在这个火锅里面像一条小船一样的飘在里面，浸满红油。我们来一个包子串儿，你们看这个地方已经浸满了红油，肯定巨香。哇，这个包子已经不是普通的鲜肉包了，还有牛油的香味。感受一下这个灌满红油的红油小汤包。看我的黄喉丝丝，我真的是每次下到锅里面的东西像那种大海捞针一样，捞着捞着就剩一点点了，你锅底下钻了一个人，把我的食材全吃掉了。你们吃火锅喜欢吃那种扒一点口感的食物，还是这种脆的？我们来吃一个虾滑串，我们把它放到我的油碟上面拽上两圈，也是有鱼籽的。哦，好 Q 啊，这个口感它跟刚才我们吃那个鱼豆花那个口感完全不一样，弹力的，这个属于嫩弹，豆花它属于那个嫩滑。秒了，还有一波起葱，假装自己在吃淄博烧烤。我们的甜品上了，我们先吃点甜品缓一缓，草莓颗粒是不是超级的多。然后在点菜的时候就可以看他们家那个菜单上面甜品那一栏真的有好大一排，它下面的冰它是那种绵绵冰，不是冰沙，不硌嘴。嗯，真有草莓牛奶冰淇淋的味道。我吃他们家的包子还有甜品之后，我感觉这完全不像是一个火锅店能有的出品啊。好了，今天视频到这儿结束了，喜欢记得右键三连，咱们下期见，拜拜。